听受到爬山民众喜爱的南来乡龙桂脉，传说部分的步道受到洪灾的损害，一直拢无法度来全面整修。地方的村民真侪摆反映，讲来的登山客那些厝倒去是相当的危险。今仔日立委苏迪芬就特别邀请林务局的局长林华庆，针对着步道来进行勘查。地方的村民代表也除了反映征收的问题以外，更加是把握机会向立委甲局长来争取步道的建设，希望讲的单位拿来向带来决定。那来向龙桂脉步道全长大约四公里，因为路线好行，真适合全家大小运动，深受各地民众喜爱。但是步道真侪所在已经损害，全拢耽误全面性的整修。今日立委苏迪芬也邀请林务局乡公所前乡长邱世文等村长代表进行实地勘查。剥开这个，剥开这抢修这个，好。这崩塌。第二个就是这个有一挂步道，这站帮这凹一家，我们的志工人量最。干净的，你随时来看这个很干净的，所以这个步道里面是所有在我们全台湾十大里面，十大步道里面是排行第三的。除了路线下全面运动，龙桂脉步道的生态也非常丰富，是基本点以及八色鸟保育区域。地方村长拢把机会要争取步道建设，希望路线会当才好以完整呈现龙桂脉山景。通往平和村的古道。较早吼无平顶路，就是咧行这条啊，所以吼，即摆买来设施者吼，会使讲经费上干省，阿妈来发挥上好诶。看要做玻璃吊桥、缆车，在林北大坑是最适合的。吊桥啊，是天梯做甲安尼吼，唔知要做何做，咱分两关无半个。希望讲你去赶到三江，我北顶哪里才敢做？这帮当地的居民，他们的需求就是说，把崩塌的或者是原有的旧有的步道来讲，他们希望能够恢复嘛。那安尼讲，你们会建议是用什么样的工法，然后把完成呢、啊？对，你就跟人家说的，你们就建议的，好不好？你们这边可以预算可以出就出，不然没有预算出，我们就另外再想办法。我们那各地都有把它这个变嘛。经过勘查，林务局局长林华庆表示，步道损害部分因为勘查安全问题而先征收，经费大约250万，上班九月前会完成。就是立刻立即修复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先来着手，好吧？那如果涉及到新做的这个，我们会编到107。108新做的这部分可能要等到108。那今年跟明年我们会就我们的这个经费可行的，我们就先来处理。如果是由林务局这边来协助的话，我们还是会希望是用生态步道的方式。那来乡亲满心期待龙桂脉步道会当受到中央重视，这个林务局勘查也答应在一个月来完成全面性的勘查，乡亲的建议也会做会提出报告计划。记者陈昌波。